我很多拍吧。你已经定在那半小时，而且你还吃着我们的教师团契的肉干，然后说出来，你吃了我的肉干，你就要来当老师。而且你好意思，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，坐下来沉默，我看我们沉默到天亮都可以。这就是那种没有话说的那个没有话说的伴侣，只活在那个自己的荧幕里面。真的啊，你看见的世界跟我看见不一样，我看见你是你外在的世界，然后你的脑中、你的心思意念的眼睛都是电脑里面全那个的景象，实在很不想揭穿你在看什么。